我们学校的校歌发布日里的活动啊，专门有一项啊，这个冬至请全体师生吃饺子。目前我们是按照人均20多个准备的，大致6000多斤吧，岁末年初了。祝我们的全体师生啊，学习工作生活愉快。其实我们的一切祝福都在我们的饺子里头了。在冬天的话，能吃上这一碗热热的饺子还是蛮幸福的。2021在武汉电影院遇见美好。